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，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请放掌，请大家翻开经本四百二十三页，四百二十三页最后一行啊，从经文这里看起。 而一之言，堕载迷人，至今以后，物理世道。此路入则，足难得出，互损性命，是迷路人一生感重。啊，那么这一段，啊，接上面一段经文。 啊，是善之事，提携接手，引出险道，免出恶毒之疑，好道，令得安乐。啊，这个前面呐、啊，经文啊，佛用比喻给我们说明啊，啊，这个世间呐、啊，种种的诱惑，啊，引诱人呐、啊，起贪嗔痴慢。 去造种种恶业，那么这就好比啊，一个人呐、啊、误入险道啊，里面呐、啊、有虎狼、狮子、毒蛇、蝎子啊，这些很毒的这个动物啊，人一走进去啊，很快，那么就会被攻击、中毒而死。 啊，所以这个是比喻像我们现在啊社会上啊这个种种的诱惑啊，我们内有烦恼，外有诱惑，那么引诱我们去造种种恶业啊，这就好比险道了啊，让我们堕落在里面了、啊，不能自拔了啊，中毒了啊，这个恶毒啊。 这个很凶恶的病毒啊，那么人一被感染，那就被毒死了。那么这个毒啊，啊，比现在这个瘟疫传染病啊，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还不晓得厉害几千倍、几万倍都不止啊。 啊，因为这个恶毒啊，让我们生生世世堕落在恶道受苦。啊，我们现前呐、啊，这些病毒的感染啊，啊，那它只不过是一生呐、啊，结束一生的生命就结束了。啊，而且造这个恶业的恶毒呢，它是生生世世啊，你要去受这个报啊。啊，这个无法。 相提并论了。如果没有佛菩萨大慈大悲示现在世间啊，我们这些六道众生呐、啊，是在讲啊，啊生生世世都受这些恶毒的侵袭，啊无法得解脱了，他到非常可怜啊。 啊，所以遇到善知识啊，提携接手，善知识就活菩萨了。告诉我们了、啊，那个险道啊，你不能进去啊，你进去你命就没了。啊，这个是讲我们的法身慧命啊，没有了。啊，那么这个迷路的人呐、啊，听到善知识给他提醒，他醒悟过来。 知道那是险道，不能进去。啊，他退,退出来了，就避免了、啊、遭受这些恶毒的侵袭了、啊，感染啊。那么能够到这个好道啊，这个好道啊，就是修十善业啊。我们静老和尚提倡的儒家的《弟子规》，道家的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佛家的《十善业道经》。 啊，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来改过修善，那么我们就走一条好道，啊，能够得到安乐，啊，身安心乐。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啊，这个就是，啊、呃，活菩萨看到迷惑的众生回头了。 那么再检测他了，说从今以后不可再犯的，一定要严持戒律。那如果你在不延迟戒律，那你又落到险道去了。啊，这个戒律的精神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这是戒律的精神。 啊，戒律最低标准应该做到五戒十善。这个五戒十善的基础就是儒家的《弟子规》，道家的《太上感应篇》啊。那么有了这个基础，我们来修佛家的五戒十善，那就能够延迟戒律了。 要做到观经三福的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、修十三业，即可脱离恶道。啊，那么这个观经三福第一福，具体的说明啊，这些年来我们敬老和尚。 啊，以这个儒家的《弟子规》落实啊，关经三第一服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以道家的《太上感应篇》啊来落实慈心不杀。啊，《感应篇讲》讲因果，《弟子规》啊，那其实啊也要包括写入老人编的常药《长理取要》。 啊，包括伦理、讲记，都是落实啊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，啊，具体的做法。那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，就是修十善业了。那么我们有一福的基础啊，就可以脱离恶道，脱离三恶道了，不堕三恶道。如果没有一福的基础啊，那肯定要堕三恶道了。 有了这个第一福的基础，再修受持三规，居足众戒不换位矣。三规一啊，所以入佛门啊，大家都知道要先受三皈依。啊，照这个《观无量寿佛经》净业三福的条件啊，也是资格了。 那么必须记住啊，低福的这个条件啊，才能入佛门呐、啊，才能接受三皈依啊。有了三皈依，那才能受戒啊，受五戒、八关斋戒。那出家人呐、啊，沙弥戒、比丘戒啊，菩萨戒呢，啊，在家出家都有。那么这个。 借力威仪，都建立在三皈依这个基础上。三皈依建立在第一福、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、修十善业这个基础上。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福、第二福的条件了，啊，那么就可以提升到第三福——大圣菩萨福。 花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圣，劝进行者。所以第三幅是大圣菩萨福了。啊，第二幅是出世兼这个二圣人修得福报。啊，三归五戒，啊，这个这个威仪。 啊，生闻缘觉啊，二圣的福报，也就是小圣啊，小圣佛法的福报啊，所以这个三福，啊，这个小圣的福报、大圣的福报，都建立在第一福人天福报的基础上啊，从人天福报这个基础向上提升。 啊，提升到小圣，啊，从小圣再提升到大圣，啊，行菩萨道。那么这个就从恶道回头转到菩萨道了，就能离苦得乐了，啊，得到安乐了。要记住地藏菩萨给我们的警测啊，不能再走回头路了。 啊，再回头去走那个险道，啊，此路路则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再走回头路，再进入这个险路，你进入这个凶险的道路，啊，这个就是讲我们六道里面的三恶道，啊，这条路要是你走进去了，要出来就难了。 啊，互损性命啊！性命是指法身慧命啊，严重伤害法身慧命啊！这个伤害到法身慧命，那是生生世世的啊！不晓得到哪一生哪一世啊，才能得解脱啊！迷人得到佛菩萨的教诲觉悟后，对佛菩萨非常感激啊，真能依教奉行啊，所以。 是迷路人呐、啊，一生感重啊！啊，真正觉悟了啊,啊，对活菩萨、啊、才会升起这个感激啊，才能真正呐、啊、去依教奉行。临别之时，知事又言：若见亲知及诸路人，若男若女，源于此路。 多诸毒恶，丧失性命，无令示众，自取其死。啊，善知识与其告别的时候，特别在嘱咐啊，特别在交代啊，交代这个迷路的人啊，已经觉悟了，回头了，不仅自己要回头，还要帮助别人回头。啊，你。 你自己知道那个是险道了，你知道要回头了啊！看到别人呐、啊，他不知道那是险道，那你要告诉他了啊！这个亲知啊，就亲戚、知交的好友啊，就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啊亲属。 知己啊，那这个当然，我们有义务啊，要告诉他。及诸路人啊，路人就是跟我们这个没有亲属关系的啊，不相识的人啊，那就是我们现在讲社会大众了。无论是男是女啊，只要见到有人要走这个三恶道，就要劝告他。 不要走这一条道啊！啊，这条路多诸毒恶，丧失性命啊。你一走进去啊，你你就被这个毒恶所伤害了、啊，你的性命啊就丧失了。那么，什么是病毒呢？贪嗔痴是最严重的病毒。六道三途。 都是贪嗔痴变现出来的啊！贪嗔痴慢疑恶见啊，邪知邪见啊，这个六大烦恼啊，简单讲叫贪嗔痴了。那那这个贪嗔痴啊，或者是讲贪嗔痴慢疑邪见，一展开就是无量的烦恼了。 啊，我们心里有三毒，啊，有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，啊，这个三毒啊，就是最严重的病毒了，啊，现在的人呢、啊，只知道外面的病毒可怕，那不知道自己内心贪嗔痴这个三毒的可怕，啊，那实在讲啊，贪嗔痴这个三毒啊，是最可怕的，大家不知道，啊，大家只知道外面那些病毒可怕。 啊，不知道内心的贪嗔痴三毒啊，那才是真正的可怕了。外面有明文利养，五欲六尘的邪染，啊，内心有这个三毒烦恼，那里外一结合啊，那就会生病了。啊，这个病毒就入侵了。如果心清净，身就清净。 境界清净，怎么会生病？许多往生的同修都是玉知时至，没有生病，站着走着，坐着走的，啊，走得这么潇洒自在。什么原因？念佛功夫得力，念佛把贪嗔痴的烦恼念掉了，把是非人我五欲六尘念掉，他就得到。 这种殊胜的果报啊，我们能不能把三毒断掉？将来往生像他们一样的自在啊，他们能做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啊、这个事情啊，不在外面啊，完全在自己、啊、这桩事情活不，活菩萨帮不上忙。 经典是佛菩萨对我们的开示，为我们说明这些事实真相，而改变心理、转变境界是我们自己的事情。改变心理现前的利益是身心健康，啊，过去写读老人常劝念佛人呢，要改心呐、啊，啊，说念佛不改心呐、啊，犹如说空话啦。 啊，你这个心态啊不改变，啊，那只有口在念佛，心没在念了、啊，啊，那么真正心在念佛啊，啊，必定把这个贪嗔痴降服下去了。啊，那口念心不念，啊，那这个不能啊服烦恼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改变心理了。 用这个佛念啊，把这个贪嗔痴啊转为念佛啊，贪嗔痴的念头啊转为念佛。那么改变这个心理现前的利益是身心健康，无令示众自取其死啊！就你自己觉悟了，你要有义务啊去劝别人呐、啊，劝社会大众啊啊不要堕落啊！ 啊，那个堕落是很难自拔的、啊，这个是大慈大悲啊！看到众生造恶业，不能不劝导啊。说法劝导也要有缘分，有缘分就提请善知识来讲经说法，教我们如法修行。 这个是劝导我们要代替呀、啊，迷人请法。那迷人他不知道啊，他不懂得要去请善知识来讲经说法了。那我们懂得的人呐、啊，要代替他来祈请。啊，现在呢，请法啊，就请法师讲经说法的方式啊，很多啊，可以利用高科技的传播。 利用这些工具，啊，尤其是网络、卫星电视，啊，那这些高科技的工具啊，我们可以多加利用，来弘法利生，啊，把这个法师讲经说法的节目放上去，那、啊、那这个就是劝劝导社会大众了、啊，啊，就此地经文讲的啊。 啊，自己觉悟了，明白了，就责任义务啊，告诉那些还不明白的人，啊，辗转的啊，去劝导大众，自己一定要依教修行，得到成果，啊，确实从毒恶回过头来。 得到真正的善利啊！我们自己以前无知，也走这一条恶毒的险道啊！一到三之四啊，给我们提醒啊！我们知道是险道，一三之事的引导，走入好道。那我们自己真正得到这个。 功德利益啊，我们得到利益，表现给别人看，让别人明显觉察到啊，别人他才肯相信你，跟他讲，他才会接受，才能回头。是故地藏菩萨巨大慈悲，就把最苦众生。 欲生人天中，另受妙乐；世诸罪重，知业道苦，脱得出离，永不再立。这段经文啊，是地藏菩萨具足大慈大悲，就把罪苦众生。 啊！菩萨在三恶道劝导众生，让他们觉悟、忏悔、回头。在恶道中，只要能生一念真实忏悔心，立刻脱离恶道。啊，所以这个忏悔的这种念头啊，啊，功德也不可思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恶道众生那一念真诚忏悔之心。 很不容易升起来，稀有难得啦。道理啊在此地啊，很难得升起来。那现在升起来了，那当然他马上脱离恶道了。凡圣在一念之间啊，其实凡夫跟圣人差别在哪？就在那个一念。 一念觉超凡入圣，一念迷永处轮回了。活菩萨救度众生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劝众生一念觉啊，一念觉悟了、啊，就超生。超生到什么境界，要看众生觉悟的程度。啊，如果彻底觉悟，那就可以。 从地狱啊，就直接超生到成佛了。《无量寿经》四十八愿，能令九法界众生平等成佛，可见得净土法门殊胜，功德利益不可思议。佛真正能做到，叫地狱众生立刻成佛。 啊，问题是第一众生肯不肯合作？啊，接不接受？啊，若不肯依教奉行，不能接受，佛也没有办法。啊，不是佛的能力不够，而是对方啊，他有业障，众生那一方面他有障碍啊，啊，不能接受佛的超拔了。 啊，不能接受佛的帮助啊，所以四十八愿第一愿呢、啊，就就就讲到了啊，三恶道众生啊，他如果发愿啊，念佛啊，求生西方净土，那直接从第二鬼畜生呐、啊，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了，嗯、那不是地狱众生就。 变成佛了吗？啊，那关键啊，众生这一方面啊，有没有回头啊？有没有忏悔？有没有觉悟？啊，那么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啊，啊，这个记载啊，我们有看过出生道往生的，啊，出生道往生的三恶道啊，啊，出生道。 那地狱恶轨道肯定也有念头往生的啊，那这个啊是地藏菩萨去去去去教化的啊，所以古时候有畜生到念头往生，现在也有啊。过去我们在啊十几年前呐啊,啊，这个中立上果林呐啊,啊，就一只鸡呀、啊、很大。 啊，念头往生了啊！后、啊、放了三天了、啊、还不烂啊！我也去看过啊，那个那个没有没有发错啊！啊，放在佛堂给大家看啊，所以这个公鸡往生的在影城回路啊，地前老法师那边就有了啊，在台湾我们也看过。 我们再看下面讲记啊，由此可知，真心可贵。真学佛，不欺骗自己，不欺骗众生，你用的就是真心。如果还自欺欺人呢、啊，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管用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我们踏进念佛堂，几个人会得一心。 几个人会高品位往生，就看他用的是什么心啊！如果是究竟圆满的真诚心，决定往生到十报庄严土啊，上品上升啊，到十报庄严土就做佛了，就是明心见性了，见性成佛了。 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都是用真心啊，用一点点真心啊，刚刚开始用真心啊，那么是言教初助位的菩萨啊，再多用一点真心，那就是恶助的菩萨啊。如果用究竟圆满的真心。 就是如来果地啊，等觉菩萨的真心呢、啊，还有一品生相无名未断啊，那这个这个真心呢、啊，还没有回归到究竟圆满啊，它还有一点点。 那晓得这个道理？为什么不用圆满的真心啊？用真诚心待人，以德报德，以德报怨，这是菩萨道啊！忘恩负义，以怨报怨，这是三恶道众生。用妄心就堕恶道，用真心就超凡入圣。所以别人诽谤、侮辱、陷害我，我都欢欢喜喜接受。 依旧以真诚心对待他。为什么我要做佛？我要高品位往生。他不要做佛，他要搞三恶道。别人冤枉陷害我，我一定要报复。啊，那么对方堕落，我们自己也跟着他堕落了。啊，就堕三恶道。啊，那这是一人了。啊，就是。 这个没有智慧了。生人天中，另受妙乐啊！脱离三恶道，生到人天两道，在人天，活菩萨依旧常常照顾我们每一个人啊！生到人天道啊，那比三恶道快乐多了。但是享乐。 很容易又迷了。活菩萨的照顾，我们一定要与他合作。啊，也就是遇到因缘，自己要抓住，不要轻易放过。结而不迷，才能得妙乐。在无欲六尘里面呢，起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处处与别人较量。 啊，跟人家比较比赛，啊，别人有的我也要有，啊，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，啊，有了还想超过别人，啊，他有钱我也要有钱，啊，我还要比他更有钱，啊，要超过他，啊，如果是用这样的心态啊。 在过日子啊，自己精神上啊，就很大的压力了，啊，那这个乐就不妙了，不是妙乐了，啊，这个乐就是我们敬老和尚过去常讲的，富而不乐，贵而不安，啊，有财富不快乐，有地位没安全感。释迦牟尼佛示现三一一波。 啊，他这个物质生活是降到最低了，但是呢，他受的是妙乐啊！啊，他过的日子很快乐，很自在。人生在世所需要的吃饱穿暖够了，真正懂得生活，游览山水，逍遥自在啊！这叫人生，这叫快乐。 有言，尽心尽力帮助社会，帮助众生，牺牲奉献也是妙乐。不要名，不要利，不要权位，做义务工作者。啊，这个里面呢、啊、有妙乐。佛在经上讲的很多，很可惜我们读了依旧不觉悟，啊，依旧被烦恼缠缚。 人生很短，几十年啊，弹指之间啊，一下子就过去了一定要觉悟啊！一定要懂得怎么过日子。佛教导我们，就是最正确的啊！一定要看破世俗，超越世俗。世诸最重之业道苦。 啊，那么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啊，那么世诸罪重啊，那我们就是罪重了，我们就是罪业的众生啊。啊，知道啊，这个在六道里面，这个业道很苦啊，啊，人呢知苦就觉悟了，造业而不觉悟。 就叫做业道啊！我们起心动念，言里照做，迷而不觉，邪而不正，懒而不敬，迷邪懒、啊、这个就叫业道了，造业啊！啊，轮回心造轮回业啊！那反过来呢，就是菩萨道了。 啊，就不是业道了，是菩萨道，是佛道，不是业道。啊，业道是指六道轮回啊，啊，这是业道。那么佛道跟业道在四相上那没有差别，那差别在哪里呢？差别在念头。啊，你一念觉悟过来，那就是活菩萨；一念迷。 那就是业道苦啊！那在世上一样啊，没有差别啊，但念头不一样。脱得出离啊，脱离恶道啊，不但脱离三恶道啊，连六道也都脱离了。那这个才才究竟。什么时候脱离？现在就脱离。 啊，现在怎么脱离？啊，怎么脱离这个业道呢？就在我们现前，啊，我们心里啊，对于一切法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就脱离了。那是在讲啊，啊，那我们要做到这个啊，啊，没有学习《金刚经》啊，啊，那也不知道怎么不分别、不执着了。 啊，所以这个金刚波乐啊，啊是非常重要的啊！不管修哪个法门呐、啊，都不能缺少波乐啊。那么脱离不是离开环境、逃避世间，啊，得找个山洞躲起来，不是的，啊，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我们没有分别执着，啊，譬如吃饭。 对于饮食挑剔，啊，就是分别执着、啊。喜欢吃的就贪吃啊，多多吃；不喜欢吃的一口也不吃。啊，那这个就是很严重的分别执着了。啊，这样啊，就是以迷血染相应了、啊，跟贪嗔痴,痴相应了、啊，搞三途六道了。 这个就是业道苦啊！啊，我们在造作这些业啊，罪业，要受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。那么我们在吃饭啊，在吃饭这一桩事情上怎么处理呢？啊，淡有淡的滋味，咸有咸的味道，没有分别执着，什么都好吃，就能处理。 啊，那你不会特别喜欢吃什么了，啊，也不会特别讨厌吃什么，啊，那么这个就处理了，所以过去佛陀时代，现在南传佛教国家还是有这个托钵的制度，托钵就是让我们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。 啊，那你自己做菜，自己煮，你自己选择，总是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嘛。那托钵就没得选择啦，那人家煮什么，你给什么，你就要吃什么啊。啊而且托钵回去也不能自己吃啊。啊，我托今天托的比较好，自己吃不行啊。你托的比较好，其他的出家种，他托的比较差啊，要混合起来。 啊，然后啊，好的不好的通通混在一起啊，一波千家饭，那就没得挑剔了。你你要分别执着也没得分别执着了啊。所以他这个制度，在江金江味龙老居士的这个《金刚经》讲义啊，他说这个佛教如果要在兴盛啊，特别他讲中国佛教兴盛啊。 要恢复托钵制度，啊，但是要信心多的人才行得通，啊，不然呢、啊？现在你拿个钵在我们这个街上常常看到出家的人拿个钵，人家不给你饮食啊，那就丢钱给你啊，你自己去买啊，那你自己买一定买自己喜欢吃的、啊，啊，那给食物你就没得挑啦，给什么你就要吃什么啦，啊，所以当个这个。 江老居士啊，他对这个托钵非常的赞叹，啊，也非常支持这个制度，啊，那么我们现在啊没有托钵，但是我们在平常啊就要练习了，啊，练习这样的啊一个啊，从这个吃饭、穿衣也是一样啊，我们要举一反三，以此类推了，啊，所以。 穿衣吃饭，日常生活点点滴滴，跟大家过的生活没有两样啊！啊，你吃饭我也吃饭呐、啊，你穿衣我也穿衣啊！啊，但是一个迷的人，他是过的六道的生活；觉悟的人，他是过出离的生活，出离六道的生活。啊，一个是有分别执着，一个是没有分别执着；一个心清净，一个心。 不清净啊，能够永远保持清净心，不生分别执着，就永不再立，永远出离恶道，不会再去经历恶道了。啊，那么给诸位说，六道都是恶道啊，纵然在人天两道。 啊，以佛法的标准还是恶道，因为你没有出轮回啊，啊，你将来还是会在堕落三恶道啊，甚至连十法界、四圣法界也是恶道，六道法界恶道，处理六道了，四圣法界，你还没有入一真法界，那四圣法以一真法界的标准看四圣法界，那四圣法界还是恶道。 啊，那四圣法界看六道啊，六道是恶道啊，所以他这个标准就在这个地方啊，所以这个恶道啊，它也是有层次不同的。如迷路人误入险道啊，那么就是说，如就是譬如了啊，譬如走路迷失了方向的人啊，误入险道。 啊，那么他不知道啊，啊，这个误入、啊、这个危险的道路，路途当中有一些狮子、毒蛇、猛兽，很危险。啊，一善之事，引接令出，永不复入。 那正要进去，那你遇到一个好人了啊,啊？那么他好心好意啊，来给你说明啊，他对这个途径里面种种危险啊，他很清楚啊，劝你啊不要走这条路啊，你走进去你就没命了。 啊，你就遭受到猪堵了啊！他给你提醒啊，那么你懂得了，你明白了啊，你可以换另外一个一条路啊，换另外一个方向走另外一条路，不要走这一条险道，换一条好道来走啊，不要去冒险。 逢见他人负亲末路，自言因事迷故得解脱净，更不复入。那么自己差一点进去险道啊，然后遇到三知识指点呐啊,啊，我们就避免了、啊、进入险道，走一条好道。那自己明白了哪一条是好道，哪一条是险道。 那看到别人呐、啊，他要误入这个险道啊，要进去这个恶道啊，那我们看到啊，我们也有义务要劝导他呢。啊，不能自己知道了，那那别人要走进去啊，你你都不劝他，不提醒他、啊，这个是不对的，啊，所以这是辗转教化，啊，那你要辗转告诉他了。 啊，你现在想走的这条路，我过去曾经误入，遇到一位善知识劝导，我赶快回头了。啊，那自己回头了，现在看到别人要误入这条险道，啊，那也要帮助别人回头，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回头，从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回头，因为这些都是恶道。 诸佛菩萨是善知识，给我们说明这些道理，我们觉悟所说这些事项，我们也观察清楚，不走回头路啊！我们以一切时、一切处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不再迷惑，不再起心动念，不再分别执着，就觉悟了啊！还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。 啊，这样啊，又误入险道了。这个里面的境界极其维系啊，又怕大家听了产生误会，以为世间一切人与事都不要管啊。这我们敬老和尚讲啊，你不能把他的话听错了啊。我没有叫你不要管了啊，啊，没有叫你什么都不要做啊，只是叫你啊。 不起分别执着，菩萨大慈大悲，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，视现在各行各业做出最好的成绩，为一切大众做榜样。啊，他哪里不做事呢？啊，可见得他真做。 啊，世上做的那么圆满，心里啊一尘不染。啊，我们世间人做了好事啊，鞠躬骄傲，这就被污染啊，因此做再多的好事也处理不了六道，只能在六道里面享福。啊，那么六道的福不是妙乐啊，这个乐不妙。 诸佛菩萨视线做好事，世上做得圆满，心中不留痕迹。所谓“做而无做，无做而做”，妙，妙就妙在这里。做，我们尽心尽力去做；无做，心地清净，啊，没有妄想、功别、执着。我们为一切众生尽心尽力，做成功了，众生有福。 不是我有功，做不成功是众生的福德因缘不成熟，啊，我亦无过，自行化他，随缘而不攀缘，啊，着相就是攀缘，离相就是随缘，啊，那么这个开始也很重要，啊，所以有人把这个这个随缘跟攀缘呐、啊。 这个道理啊，也没有听清楚啊，以为说哎呀，我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，我不攀连呐啊,啊，那实际上有没有攀连呢？还是攀连呢、啊？啊，你攀那个，我什么都不要做，那个人呐、啊，那不是攀连吗？ 就是说，有这个缘来了，我们不做，那也叫不随缘呐、啊。啊，如果没有这个缘，没有这个条件啊，勉强去做啊，那个也是不随缘呐、啊。啊，叫攀缘呐、啊。啊，所以这个随缘攀岩呐、啊。 这些我们也都要搞清楚啊啊！这个关键呢、啊，还是在我们的一个心态，要正确的认识啊这两句话它的意思啊，我才不会误会了啊！所以有些人说我不攀岩了、啊，那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啊？那个那个不是叫不攀岩啊，那还是攀联。 啊，还是不随缘啊！所以过去有一些人啊，都是把我们牢上这话呢听听错了啊。老上呢，全部放下，什么都要放下啊。所以回去之后啊，他、啊、工作辞掉了，房子卖掉了，钱也都布施掉了。然后过了三天没饭吃，跑到香港去见老上，尚。他说：“西师，师傅，你叫我放下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吃饭成问题了，那怎么办？” 哎呀，我们楼上看到啊，那个真摇头啊，你都饱的话都都没听清楚啊！啊，他叫你放下呢，是叫你放下心里啊那些忧虑、牵挂、分别、执着了，放下那个了，不是叫你那些事不要做，放下了。啊，你要吃饭了，那那不煮饭，那吃什么啊？ 啊，所以这个修行啊，关键是在心地啊，心地啊，修这个心呐、啊，没有别的，就修这个心。那外面就是随缘不攀缘啊，那内心呐、啊，不分别不执着啊，那是修这个了。但不能搞错啊，很多人真的都把意思听错了，那搞到最后问题一一大堆。 啊，难道我引起家人的不满，啊，社会大众的不谅解？那、啊、你们学佛怎么都学成这个样子？那那还有人敢来学佛吗？啊，那你不是障碍佛法的弘扬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千万啊，啊，大家不能会错一事啊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。 落在旅店，游上迷雾，不觉旧城所落险道，或自失命，如堕恶趣。这是比喻恶习气太重，免不了还是要迷惑造业堕落。落在旅店游上迷雾啊，这、就是、我们的警觉性不够高，穿衣吃饭又起分别，又要挑剔。 啊，我们从最小的地方去做，啊，每天吃饭呢、啊，今天挑这个好吃的，明天讲究那个，那是业道苦，贪图口味，贪图享受，你在造业，你没觉悟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托钵啊，人家给什么吃什么，啊，没有挑剔，啊，我们样样挑剔，啊、不知道自己在造业。 所以，我们要把经教落实在生活中，从现实生活上去反省、回头、改正自己的习气毛病。不解旧尘所落险道啊！我们过去生中都在三恶道经历过，而且经历无数次了。蒙地藏菩萨慈悲救拔，我们现在得到人生。 把过去三恶道的苦忘得干干净净。我们看到三恶道众生有没有起觉悟啊？有没有升起觉悟之心？看到畜生，畜生苦啊！那我想一想啊，我自己也曾经做过畜生啊。看到恶鬼地狱，恶鬼地狱苦，我曾经堕过地狱。 也曾经做过恶鬼啊，还想不想再做？奸贪堕恶鬼，嗔恚堕地狱，愚痴变畜生啊！我们心中时常还起贪嗔痴，就是这里讲的啊，落在里见。啊，又走回头路了啊！才离开三恶道，得到人生。 啊，那么又继续不断造三恶道的业，很快又回到三恶道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：地藏菩萨方便立故，使令解脱生人天中，玄又再入落叶劫中，永处地狱无解脱时。 啊，才刚从三个道出来啊，啊，立刻又回去了。落叶结重，叶障重。地藏菩萨在那里说：“你不听，也不相信。我们这个世间，佛菩萨应化很多，谁是佛，谁是菩萨，我们不认识。” 对佛理了解得相当透彻，心地清净，警觉性高，啊，逐渐就会发现自己周边真的有很多活菩萨在照顾我们。活菩萨示现的相有善有恶，示现的境界有顺境有逆境，无非是帮助我们觉悟。 啊，在顺境帮助我们断贪爱，在逆境帮助我们断嗔恚，让我们在善恶、顺逆境界中得清净心、平等心。如果我们在顺境里面升起贪爱，逆境生嗔恚，这又要堕落了。啊，离开恶道没有几天，又要回去了。 佛说六道轮回的众生，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三善道的时间呢、啊、很短暂。啊，如果我们不能认清楚环境，不能接受菩萨的教诲，啊，那就是业障太重了、啊。啊，我们一般讲啊，业障深重啊，那业障深重啊，那就。 必定是永处地狱无解脱死了啊,啊！这个永是很长的时间啊，都在地狱啊。那不知道哪一天他才能解脱啊？就哪一天他忏悔了，他觉悟了，回头了啊，那个时候他就解脱了啊。如果一直都不能忏悔回头啊，那就一直在地狱里面。 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堕到地狱啊，寿命都无量劫啊！好，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。那下面呢一段经文啊，我们下一堂课继，再继续来学习。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